是大海耶！我是在2019年去走了西班牙的朝圣之路之后，就开始喜欢走路这件事情。其实我们跟他一起走的时候，有一段路是安静的。嗯，其实真的只有听到那个杖的声音，我还蛮喜欢的。慢慢那个声音可能也没有了，就是自己的。这个应该就是修炼。欧巴。